哎，这是雨林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里面就是矿场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我明明记得是石场呀。不对呀，不知道不要乱说，这明明是矿场，好吧？哎，小辣椒，我也想上个厕所，我去上个厕所。你是找个地方躲着吧。还真去上厕所了，早就看你不爽了，一枪把你崩了。算了，怕举报方号。哎，上面是什么情况？好像是个人哎，得摸上去。你赶紧上啊，我要上厕所去了。他就一个人呀，我们怕什么？那就上去。队友，上好厕所了没有？我被包围了。原来还有一个队友啊，我先去把他解决了。那个人头都给你了，这个人头给我吧。给你，你用什么打？那你用什么打？当然是用枪了。用枪容易暴露位置啊。那你说用什么打？当然是用传说中的拖鞋啊。你明明知道我没有拖鞋，你想拿飞吗？你也可以选择用拳头啊。对，我还有拳头。这事不好，拿什么枪给你都没用。